很多些年轻人，因为就比如说18、19岁，如果他们中学毕业过后呢，他们大多数会选择餐饮业为他们的第一份的工作啦。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他们在这里有得到的是一技之长，有一些我们会培养他们是做咖啡师，有一些我们让他去专心的去做蛋糕，有一些我们就让他专心的去做面包。我现在是做纯素烘焙，纯素面包烘焙。纯素面包师的路当然是会比普通的还难走，因为我们的选择食材的选择也比较少，因为我们没有鸡蛋，没有起司。可是如果没有人开始这个事业的话，纯素者他们就没有机会吃到面包。我觉得做纯素烘焙对我自己而言就是很大的帮助，还有对社会也是。那个叛逆期其实算是蛮早期的，就是在我15岁到19岁之间。我觉得对我最大，就是对我的人生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季翔师兄，因为是他带我茹素，然后是他带我认识慈济，然后我才会改变掉我的生活方式。希望在他们的打工的当中，我也让他们对未来有更多不一样的看法，就比如说从中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环保，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在推素，未来这个气候变迁这一些等等的课题，我们也希望在职场里面能够影响这一群的年轻人。友善大地，守护心地的职场环境，让两位女生在20出头芳华正茂的年纪，收获无论到哪里都受用的人生素养。位于槟城的这一家有机素食餐厅是由慈济志工朱继祥和太太合力经营，朱继祥同时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房地产中介。他在2010年开始投入慈济置业，为了响应台湾创办人证严法师非素不可的呼吁而决定经营素食餐厅。其实我是参加慈济的见习课程的时候，上我就看到一则的新闻，就是说吃素其实能环保救地球，然后畜牧业在几秒钟就砍伐了多少的这个森林。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学习茹素了。但我自己还是荤食者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没有去光顾素食店，因为我觉得吃素很多都是用假肉来做的嘛，所以当我吃素过，我就觉得我们想提供的一个环境是一个纯天然的食材，让客户真正吃素吃得健康的。以前我们时常听人家说，哎呀，吃素你吃久了你会缺这个，然后你会生病啊，你会手脚冰冷。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们是吃错了方向，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开一间纯天然的食材提供给客户吃的一间餐厅这样啊。9年的时光，这家素食餐厅的存在除了让顾客感受素食的美好，也借由职场环境潜移默化，给来到这里工作的年轻人带来正面的影响。我在真实素食馆当面包师傅差不多3年了，是我进来的时候是刚开始是当在厨房当助理，而过后我们的老板就请了日本师傅过来教，然后还想要一起训练几个学徒啦，刚好我自己也蛮喜欢吃面包，有兴趣，所以我就答应就是来玩玩学学这样子。完全没有烘焙经验，在这里是第一次做烘焙哦。从零学到现在的话，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哦。我是已经决定的事情，我就想要就去完成做好它哦，就是做不好就再重复做，做到好为止。我大学是读营养系。
之前我实习有去食品加工工厂工作过，就是有发现他们那些产品都是有加添加很多外来物啦，就好像防腐剂啊之类的漂白剂啊都有这样子。我不想要读这一科能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想说，哎，不如就去饮食业，比较亲近我们的生活，就是比较平日的生活。我们的颜色我们都是用来自水果还有蔬菜，就是可能金瓜面包我们用金瓜，有时候金瓜是比较水，有时候是比较干，就我们 mix 那个豆的时候也是会要自己调，就是不是说你一招三分钟就可以好，就是有时候比较水的话你就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就每天还是会有不同的挑战啊。对我来讲，做得到跟做到好是不同的事情哦，就是可能你做得出，可是你做到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啦。因为 practice make perfect 嘛，所以我们这种是 skill work 来的，就是你要一直做一直做才会做到好哦。虽然大家看起来烘焙就面包师可能就是重复性很高的工作，因为可能我们用天然酵母关系，每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啊，不同的惊喜。这个是我们其中一种酵母，它是啤酒花酵母，而我们里面的材料是有马铃薯，然后这是我们啤酒花，然后还有葡萄干糖跟这个我们麹基，然后我们是会发酵一天哦，就是24小时，然后隔天才用啊。就我们是会用前一批加跟今天的这些材料，这些是那个bacteria 的食物，然后他吃这些食物，我们过后就用这个是我们的意思来的，就我们没有用那种快速现成的酵母，这是我们自己养的意思，然后我们加进去多里面，然后多就还要发酵多一整天，就18个小时，然后隔天我们才会 shape。 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拜托我们的同事把我们的酵母拿出来，就从冰箱拿出来，那时候他就把我们放进 machine， 因为我们是有调，下面有两个，就是两个按钮，一个是调humidity， 一个是调温度，然后他就调转来了，因为那个温度应该是要30度的，然后那个 humidity 应该是要65，可是他把温度调到65，然后 humidity 调到30，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整个那个粉粉 machine 他就很热，然后我们其实哎怎么会这样热，就检查原因错，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停了差不多5天啊，没有做面包，因为我们那一批酵母不能用，所以我们整个星期没有办法，就没有工作，就是每个细节都要很小心，所以有训练我自己的个性啦，就是有比较有耐心哦。就好像如果有时候酵母不好，它会比较慢，就可能平时只2个小时，它不好或可能到4个小时，我们就会延迟放工咯，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讲，哎，你哦，4点放工，可是你还没有好就放工，我们还是会等到6点这样子啊。就他发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逼他，就是我们只能在等他。嗯，就是我们现在做纯素，减少杀生哦，就对我来讲意义很大啦。虽然看只是可能一片面包，可是因为其他都是用动物性的材料嘛，如果每天用的话就会很多。蔡佳恩在制作纯素面包的过程，把工作当成借势练心的机会，每一份面包制作成型的过程也完善了更好的自己。爸爸是超人，保护我却不让我知道，谢谢你爸爸，你是我心中的英雄。这个是我爸爸生日的时候我做给他的，就是一本像纪念册这样子，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啊，是嗯，很好的女儿，很教训。他一次 call 我啊，他 call 你还是你 call 他？有大多数他 call 来了，他知道我晚上在家的嘛。那通常都会聊些什么呢？啊，什么都不聊。嗯，我们的关系还像朋友这样子是吗？对，比较像朋友哦，爸妈。一直问。跟爸爸的关系。爸爸比较内向哦。不过啊，就是有让给爸爸看哦。爸爸比较不擅长，也是一样不擅长用言语表达，所以他是行动上哦，会 feel 到他行动上很有爱哦，可是他不会讲出来。比如什么行动？他知道我会回来哦，他就会准备很多我喜欢吃的东西哦。我觉得其实我的生活，就是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是蛮。父母还蛮保护我的，就像在温室里的小花这样子哦。那个叛逆期其实算是蛮
早期的，就是在我15岁到19岁之间，那时候家长也没有太管我们啊，然后刚好身边一群朋友也是不爱学习，然后就有逃学啊、犯校规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哦。可能那时候也比较早出来社会啦，所以看到比较多形形色色的人哦。那时候有 try 过在夜场做工，所以可能在那个年龄层来讲，吃喝玩乐是很爽啊。然后沉思过后，你静下来过后，你想回去，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要我生活来的。我也是很觉得说很对不起我的父母啊，所以我就跳出来了。我觉得对我最大，就是对我的人生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季翔师兄，因为是他带我如素，然后是他带我认识慈济，然后我才会改变掉我的生活方式。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去岁末祝福，我看那个 video， 我的眼泪就一直啪。那个时候是我觉得说，原来就是我们活着哈，就是有双手有双脚，就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应该要帮助的人哦，就不应该要每天这样吃喝玩乐。因为 before 我在这边做工的时候，我就是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嘛，然后我也是不会去理会说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我自己开心就好啊。然后当我第一次去了岁末祝福，我看到那些影片过后，我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人就比较需要我们去关怀的人哦，就不应该每一天生活只顾着自己哦。我有一天我停在红绿灯，然后停在我旁边就有一辆载着一箩箩鸡的箩里，所以那些鸡呢是等着就是拿去屠宰场，就是要被杀了的。然后刚好我看过去，我就看到有一只鸡，他的眼神就刚好对到我，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觉得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无助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口欲然后去伤害他们的生命？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再吃肉了。可是我有吃鱼，那一年吃鱼素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一次去看那些影片，他们怎样 process 那些鱼啊。一年过后，我就完全 stop 掉鱼哦，海鲜也是没有吃哦，到现在第四年哦。我是家里唯一的素食者啊。那时候开始如素的时候，家里人其实还蛮反对的，就他们可能觉得吃素的话会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啊，会营养不良啊这样子哦，为什么要突然吃素啊这样哦。当然我也是有劝他们，就是慢慢改成就是可能一个星期吃几天的素食，然后吃肉就比较少一点。然后现在他们也是可能一天里面只有一餐他是吃肉，然后两餐吃素这样子哦。最近怎么样？他给我最大的学习是，纹身不代表是坏孩子。他刚刚如他慢慢加入之后，他很肯学。他因为我们的全部的 menu 都是用英文字的嘛，他是华校生，很多是英文字他都不大熟悉的时候，他每一个字都去查字典，都学习。所以他让我最大的改变，先不要用外表去平衡一个人的人品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吃素快四年了，前一份工我也是在一家也是纯素的厨房里面工作。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做饮食业哦，都是有包伙食的，就是有一个午餐。那时候就可能慢慢减少吃肉哦。我从小是在农场长大的，因为我的爸爸是做养猪和鸡。长大后我就有觉得，其实杀业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平时这样子对动物嘛。我就可以 feel 到那个痛啊，就是那个刀割在那个肉上面的痛。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把我们当作是他，就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有什么感受？就通常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我就很坚持，我完全没有那个欲望想要吃肉。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要的，我们就不要发生在别人身上嘛。可是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怪我父母啦，不是讲哎你们为什么去做这样工作，因为我从小就是他们靠这个钱来养大我的嘛。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就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就改变未来的事情哦。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他是吃素的，所以他的理念是蛮强，他就想着说透过食物
让更多的人去如数了。所以这个整个的烘焙是从我们的店后来再开始的一个新的一个部门嘛，所以我们是大家一起规划的。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有了那个一技之长啊，不论他去到哪里，他可以透过这个知识推广素食，然后去做好的面包，健康的面包给社会大众吃咯。我一个星期都会回家一趟，从 Swiss Key 来到我家是大概一个小时。你平时都会把面包带回去给妈妈吃的是吗？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我今天带回来给妈妈的。今天这么早的没有塞车啊？今天没有塞车，那、就是明天的早餐。OK， 这样明天我不用买早餐了。你去冲凉先。好。我每次回家，我妈妈都会问：哎，今天有没有带面包回来？因为我妈妈的胃不舒服，她如果吃外面的面包，她会觉得一整天都胀风啊，肚子很不舒服。就她吃了我们面包就没有这个负担，所以她就跟我说：你一定要继续做面包，不然的话我就没有面包吃了。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他以后打算自己开店的话，他要开一家透过咖啡能再推速的，是不是啊，阿龙生？是吗？是的。朱继祥希望带给员工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更深层的身心灵成长。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他都有他的那个一技之长。有一些我们会培养他们是做咖啡师，有一些我们让他去专心的去做蛋糕，有一些我们就让他专心的去做面包。我们都是无私的在教，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些食谱是对他有用的，他以后自己出去开，对整个的大环境来讲是一个好的，就是更多人在努力的在推速，而不是我的同行加了一个竞争者。如果说我在我的行业里面始终还是我们在做的话，就代表我们的客源是很少的。我们更希望越来越多人一起在推速的这里出一份力了，所以我们都很无私的在提供他们一些知识，让他们的去学。其实我们现在的 Pans L 和 E 其实是两个别克的名字，然后 Pans 其实在日语是面包的意思。这个是我们是尊重我们的老师，因为这是日本的recipe 嘛。然后 L 是我另外一同事 ，then E 是我咯，所以才会有这个名字。其实我听到我的老板就是麦讲要把这个事当做我们嫁妆，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其实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啦，就想要把这个推到。让更多人可以吃到，他就说，哎，如果以后你们可能结婚的话，你无论是到哪里，那到 KL 还是哪里，至少你有一技之长，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带去你下一个地点这样子。我还蛮光荣，我成为纯素面包师，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还很少这类型的烘焙啊。如果因为其实在好像在台湾已经很盛行了，主要也是因为选择少，因为选择少吃的人少，自然就全部都少，所以总是要有人做开头啦，才会慢慢影响到更多人。因为多选择大家就觉得哎很方便了，就会去尝试哦。我未来的话当然是希望可以继续做纯素的面包，以后有机会的话就是开一家有卖咖啡卖早餐的咖啡馆哦，想要把这个想喜欢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我是 Koba， 一只幸福肥的猫，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有时候我看主人的食物那么清淡，能吃的咩？都怀疑他是不是为了要省钱养我，才不要买肉来吃的。哎呀，不理那么多啦，人类的世界我不懂，我只管专心吃我的好料。其他的你们自己听他讲啦。所以我目前的工作是做房地产行业，我会比较提倡就是照顾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环保这一类，然后还有吃素这一类，还有就是小动物这一类。我觉得它应该是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里面，就是讲说你没有做的话你会觉得不习惯了环保这一块啦，因为我觉得它也不会很不方便啊，
就你举手之劳哦。你每天把那就是你垃圾分类好再送过去而已，就一个小小的动作而已。然后如果是茹素这一方面的话，可能我吃到肉的话，我会觉得那个味道很恶心啊，所以我也是不会想要去动那个东西哦，所以已经是习惯了。面对客户好像聊天的时候啊，那个顾客他不是吃素，就可能会不方便。就其实也不会不方便，因为如果是可能出去吃的话，点餐的时候就吩咐讲说那一样东西我点了不要放肉就 OK 了咯。可能客户也是会好奇，哎，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素食者，然后可能他们听了你的故事过，他们也会受影响这样子哦。有啊，为什么你的车上都会放着猫粮狗粮的呢？哦，因为有时候在路过的时候，路边看到一些流浪猫、流浪狗，就可以喂它们了。如果是有到特定的地方的话，有去那个地方，我就会带在身上，因为我知道我要去找那些流浪狗、流浪猫。然后狗，诶，狗粮是一直会放在车上，然后如果我看到路边有流浪狗，我就会下车喂它们哦。啊，不要伸指甲，很痛很痛。就很 simple， 我就觉得说，哦，它们一定是会肚子饿，就可能想要，哎，他们也是肚子会想要肚子饿这一块，所以就自动会想要去喂他们了。就好像可能OK， 今天我跟你讲啊，我做了 OK， 我做好了这件事，然后可能隔几天你就没有看到我在做这件事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我讲过的话而影响到你哦，因为我也只是讲，然后我也只是做一次这样子而已。那如果我有一直在坚持一直去做的话，当我去跟别人讲的时候会比较有说服力哦，人家也是会相信，然后人家才会真正感受到你真正想要带出来的意思，然后那个人才会去做哦，这样子才会一直延续下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善的世界哦，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好，你都要以善为出发点哦。所以不管怎样再坏都好，那个善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上。蔡佳恩和林怡君都在二十几岁，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通过朱继祥用心经营的职场环境，得到一技之长之余，更收获善与爱的养分。如今，蔡佳恩和林怡君带着善与爱的养分，奔赴各自的梦想。朱继祥也仍然在日常中坚定使命，通过职场环境守护及引领年轻人通往善的道路。